唔该，爹爹，唔该，先生，早晨，你哋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苏斯洛华迪，我个名叫苏斯，我今年32岁，我印尼人，我身为狗，我结咗婚，我有2个仔，大个咧今年10岁，同埋细个咧今年3岁。我唔惊猫，我唔惊狗，我唔食猪肉，但系咧我可以吃猪肉。我食咗感冒，好似正干正 OK， 傻爹抹爹烫衫洗衫，煮餸米餸咁。我食煮中国餸，好似蒸鱼、蒸蛋、蒸鸡、薄醋薄汤、炒菜、炒饭、炒面。咁我食照顾小朋友，食照顾 BB， 同埋食照顾老人家。我想喺香港做嘢，因为咧我想搵多啲钱俾我个仔。我希望太太同先生请我做工人喺香港，如果太太同先生请我做工人，我会好好做嘢，老细听话唔会驳菜，都再用2个年合约。多谢太太，多谢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